非常漂亮，像迪丽热巴。各位企业家大家好，我叫姚丹，今年26岁，目前在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就读于专升本，然后有一点紧张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是2014年年底来的北京，2015年开始正式工作，先后从事过行政工作、商务拓展，然后以及最近2年的电子商务运营工作，然后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，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求得一份和商务运营有关的工作，谢谢大家。你做过电商直播带货是吧？对，做过1个月的时间，在天猫淘系这个平台做的是淘系的直播，这也是我最近一份工作当时离职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因为做的电商带货，它的商品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，可能30家、40家以上的主播带货会更有效果的。那你就选别的店做呗。对啊，所以离职了呀。对啊，离职以后你还是再继续做带货吗？这段时间在休息，然后再重新开始找工作。带货是不是特累？当时我在后期是属于兼职主播的公司的一个状态，也就是白天8个小时是要正常做我的商务工作的，然后下班之后是做直播带货。那也就是说你得一连周转了。累呀，所以走了。所以还是因为累才走的吗？我想说的是这个平台我也不太喜欢，就是可以聊啊，慢慢说嘛。你直播带货也是这个状态吗？这比现在能稍微放松一点。你放松一下，我看看，你来个当时的那状态，我感觉一下。啊，前面就是屏幕。前面什么？好 ，Hello， 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雨欣堂的直播间，我是大家的主播四月。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带来几个新款我们的产品，主要是折扣比较大。行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你这能带得出去，他就奇了怪了呢。对，所以我可能不适合直播。最开始招你去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？不是，当时就是纯粹的一份商家运营的工作过去的。那你现在这份工作是在干什么？现在没有在工作，5月份离的职，到现在。之前在医美平台做的还是商家运营，例如他们入驻的这个商品的标题优化、详情优化设计，还有他们这些机构的一些基本情况，以及怎么样去提高他们的一个 ROI 转化，还有复盘。这工作挺培养人的呀。这一点要是说我当时的那个平台上层领导变动吧，连带着下面的一个人事有一些关系。上层领导变动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新领导他的自己的一个工作方向，以及对我们之前的一些工作区域划分可能有一些变动比较大。那你应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走，怎么跑去天猫店了呢？你可以继续做运营工作呀。你慢慢说嘛，这时间不是还够嘛，时长是吧。从医美平台出来之后，我是在最近这一份工作，它其实最开始做的是商家运营，在微信的有赞小程序上边做了有4个月时间的商家运营，之后是从商家运营这个部门转到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分支品牌，也就是说天猫店铺这边。但是如果说全部的重心一天8个小时可能全部要放在直播这一块的话，和我未来一个工作计划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出入。我希望直播可以在我的工作之中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。对，那你今天在找什么工作？商家运营和平台运营。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？没有。你怎么中气十足？哎，我可能这两天熬夜打游戏来着。打什么游戏？王者荣耀。昨天晚上打到几点？2点吧。那你今天干什么来应聘呢？我知道昨天那个王者就一直上不去。上不去就别打，先停一会儿，身体要紧吗？你看你头发都黄了吗？还挺少。是吧？而且你现在瞧你这个样子，虽然你脸部轮廓还可以，你已经开始长斑了脸上。还有痘痘。对不对？所以你真不应该离开那个医美平台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这么说该回归医美圈了，可能。珍重生命啊，热爱生活。好的好的。你要求薪资多少？14。有哪家企业你是特别想去的？朱老师。朱老师，他是哪个企业的？朱老师是西游记企业。哦，不是那个朱。你不知道他是哪个企业的，你为什么选朱老师呢？一走一过，擦肩而过。擦肩而过你就看上他了？
刚刚一看又看上了。这太不靠谱了。就是可以聊啊。涂老师，我们医院有医美，对，医美科。就如果你要是加入运营的话，你能做些什么工作？如果说您这边想要去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业绩的话，可能我最基础，我可能还要根据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机构它的一个投入，它的一个花费是多少。投入足够的话，首先这个现场人员配置至少要场咨要两个，也就是现场一个咨询要两名咨询师，然后网上的咨询也要至少要三个咨询师，因为它需要负责不同各个平台的，然后手术的医生各个方面他的一个排班，他个人的一个医生品牌形象也要同步去做树立，去做一个树立和包装。我觉得非常好、啊。行，咱先不说这个了啊，你满意了，这个朱佳音那事儿还在我这儿搁着。涂磊老师放过。放过你？没有，我没说。他说放过我。我没说。你刚才不是说这句话吗？我又说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很随性的一个人？你面相是高冷的，但内心是逗比的。往往哈，运营这件事儿是一个万金油，即便是在医美类的部分。刚才你讲的那是道理，没错，对吧？但是它不是亮点。你现在刚才讲那些流程的话，会导致现在用你的人不觉得你那14000值。这意味着你今天求职有没有准备？我知道，但是我必须要承认一下，我对于各位哦，对你没法准备。你昨天晚上打到2点，王哲。我，对。这个我理解你啊。很抱歉对各位领导。对于你现在求职来讲，你一直表现呢就是比较的漫不经心随意，专注度还有职业度不够，我觉得你要14000是比较高的。